安安，这是刚睡醒吗？没有，刷了一大堆宝可梦，抓不到火药了。谁？鬼斯通？爱木瓜啊，怎么是开台遇到白痴？我想说那个今日闪等到遇到再打出来哦。安安，我想说先把那个什么今日闪，然后没那么快遇到吧。这只是要打的野闪哦，野闪啊，白痴哦，打开了。今天早上也是刚开台就遇到一只闪，白痴。野闪，我在等你开台出现。哎，我刚刚刷，我跟你讲哦，你们看到我皮可西。反正打倒次数是三，我刷了七场，然后这个我捕获次数看到没有十，我只捕获过他两次，所以我是想说啊，这个顺便，然后还有超甲狂吸呀，还有啥？超甲狂吸哦，还有天蝎王跟那个草 baby， 想说就这样这边一次解一解，天蝎王草 baby。草 baby 正打，然后天蝎王还要再抓一次啊！草 baby 要疲劳，然后最北区的是这边大量发生，还有那种小泉石，来看一下，每天都是开台后马上有，不是也每次啦，那个这只是。今天才看到的，刚刚在小雪台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在边刷边回答他的问题，我一回就出色尾。台牛安安，好了，那时候看攻略不是攻略啊，就是那个版主打的，就是这边是固定出那个。那个谁，草 baby 的，可是这边还是会混龙龙石进去啊，所以草 baby 没有固定的矿石，他没有固定的点，已经一闪了。对，哎，利恩，你要跑图就叫我、哦。今天本来是要跑图，对吧？观察又本来想去跑一下，结果又不小心都在解天冠山的课题。然后我还会就是又贪心去敲箱子啦，所以进度会比较慢一点。然后路过箱子就会想敲啊，打喷嚏，注意，待会给人打喷嚏。
避闪。哪只啊？捕获次数。野闪，因为昨天就是刷大量发生的伊布啊，想说野就不要了啊，不然我们就以后大量发生的闪就不要算，要不要？大量发生闪不算的话，我们就少打一场日嘛，看你咯。你是开台就出闪哦？对，刚刚，然后我又忘记按录影了，北西，哎呀。啊，这个是刚刚关台后遇到的，爱喵哈，好啊，看我，看屁啊！然后关台都在收集东西，然后无聊解个课题。然后刚刚鬼斯通的忘了录音用。欸，不对，我现在在哪里？红镜怪超好笑的，也不会进来。哎，屁耶，怎么会？啊，我今天怎么在玩的时候，他们全部卡在洞口？哎，我已经好久没遇到闪了，我闪音超差。没有，我没有特地要遇啊。把去卖掉。我闪符很有感，可是我没有闪符之前就会遇到啦。啊，全死一大堆。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啊！哎呦，哎呦！啊，天蝎王也差抓一次了。因为天蝎王跟那个超甲狂吸是同时进行，然后就很贪心啊，想说这边路过嘛，然后开个箱子，教主是为那些打麻将而预闪的。
对嘛？你看，Hello，那就很快乐啊！这边边走边敲。他一敲就一大堆东西。我想，如果我没有敲这些箱子，速度应该更快啊！啊，都有这个邓紫棋。分手那天，怎样？上来，来来来来，这边有三个箱子，倒在左边。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哎，我在前面。哎，不是，等下少一个。嗯，哎，我少一个，啊，算了，对，这就是一轮又结束了，我们要回家了，先睡到晚上。那小雪可惜，就是它地图一大堆都没有摊开，都还是未解锁状态。欸，这样抓 BOSS 钱也很多欸，我发现都是财富密码。不然这样子，我应该是要用飞羽球抓啦，比较省。可是那时候是为了解课题是有疲劳，然后这样丢一丢抓好像快很多，不然至少要丢四颗年丸欸，4、8、32，3200，再加好320。3500，3500，刚刚4只，3、4、12，1200，哎，还好像还好哎，靠腰好像不赚哎，还是乖乖丢飞鱼球才赚。好了，梦妖魔应该是没有了，看一下哦，啊。好，捕获结束，然后要用二属性打倒，二属性打倒，远远的又躲在草丛，没有啊，那个等下的地方没有草丛躲啊。这是二吗？这刚吧？
抱歉 ，NG。抱歉，抱歉。然后看一下颜色不对啊。用制裁光线不是会自动换属性吗？没有，因为有些它是指定的，你懂吗？像小火马，哇，烈焰马怕的是水跟，哎，这连在地面，地面。然后结果那时候需要用水浇洗它，结果没有，它是用地面在打，你懂吗？你虽然用了，但是它有时候不是给你课题上面要的属性，以防万一就是自己换吧。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刚刚开台在冰城区，刚属性会折一就对了，对啊，而且是只有那一个，它不会随机变，会自动乱换没有吧？我那时候一直打小拳时都是用那个，哎，用水的吧。小鱼早安。你早啊，小鱼。哎、欸，我好像不用来打皮可西了、欸，看一下，给我看一下，皮可西，好，以后不用来找他了。分手那天，等一下，就是天蝎王跟超甲狂吸抓完之后，我们接着解下一个课题。今天玩到看啊，如果大概平均是15分钟一场日嘛，那就是啊，看怎样，就是今天闪抓的多，我们就提早玩日嘛。欸、六个月好快哦、喔！哎、欸，真的，我们好像才认识，感觉认识才两个月而已。哎、欸，灿灿，你今天的照片好好看哦、喔！感谢灿灿的六个月会员，谢谢。不是你用那个彩色的，你在那边遮，我觉得很好笑。好，晚点传。好，谢谢。看到路过箱子要打，一定要打，会动的箱子更应该要打，野东西超多的欸。
我真的很怕现在不能被 ban， 我其他账号蛮开心的东西被连坐惩罚，我很尴尬。哇哇，那你最近要乖，姜子欠打欠打，那、啊、真的很敏感啦、啊，我有个干爹叫姜子。超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嗯，不好意思。哎、欸，又有箱子在动，又有箱子在动，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弹子棋点，是啊，打箱子，打箱子。看了群殴，你要加一部地狱课题。哎、欸，我发现大草 baby 也 不简单呢、欸，也是70次迅疾还是刚猛的，要修哦。哇，这边是怎样？大丰收，大丰收！又有哎、欸，又有哎、欸，好棒，好棒！哎呦，自爆！大丰收，大丰收！开心。哎、欸，等一下，我去哪里？来，去逛。哇，开桌啊！我们远远抓，这次就远远抓，不要浪费钱。哎呀，白痴哦！没事，我躲他干嘛？打倒次数，打倒，超死，超死打倒。Hello， 安安。打倒地面属性。
我的酸辣汤。又没有矿在摇，一个人的秋天好过三个人的秋天啊！酸辣汤，对啊，怎么了？啊，不能喝酸辣汤哦，奇怪，管很多、哦。大道好啦，剩下的下次再自己私下用。走，我们解今天课题。嗨，无名。哇，还好上面哦、喔。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好，不良蛙，不良蛙，打倒跟抓，努力冲击轨迹啊，先去搞不良蛙。搞里头，原来是现实的啊！我以为游戏有什么酸辣汤，哦，白痴哦！我发现我蛮常讲白痴哦，我白痴哦，这样子还蛮常的吧？超假超假，先各留两只好了。很常讲，我也觉得白痴哦。哎，看一下烈咬露尖牙露莎，尖牙露莎我很陌生哎，一定很少。捕获次数10，比龙超市打倒次数，让他疲劳次数8。捕获次数，等一下哦。龙超市，龙是紫色的吧，这个绿神奇。欸，龙是什么啊，哥啊？哦，红的哦。没想到要跑天冠上一次了，真是没想到啊！我不是天冠山呢、欸。你早上刚解的宝可梦课题，你早上刚解的宝可梦课题
什么东西？嗨，小妞。哦，你是说泥泥鳅？对啊，北七。然后那时候解完的时候，解完的时候那个也刚好出来，巨慢腾。看我讲北七了，完蛋了。白痴北七不离口。用抓的吗？你怎么看得见我？为什么看得见我？哎，这边是落单的，可以吗？哎、欸，不是哎、欸，现在都这么敏感的吗？哎、欸，对，我可以这样子。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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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太疯了，我太疯了，我顶太疯了。我对你不负真心，要死啦！没那么快啦。欸，疲劳够了，好，开抓。欸，哦，很敏感呢。来来来来来，群殴群殴群殴，我一个一个打，来来来。来来来，我有点会早死哎、欸，嗯。太好了，可以喝酸辣汤了。喝酸辣汤时间。哎、欸，抓慢一点啊！还喝第二口。哎、欸，你们喜欢喝港式酸辣汤还是台式酸辣汤啊？因为我分不清楚啊。我姐之前在全联做的时候，然后就是说今天什么，今天午餐那个他们生鲜部门请客，然后我姐就说这是我什么我自创的东西，我然后什么自创的东西，就是他是这种什么
他把港式酸辣汤跟台式酸辣汤混在一起，就说是他自创的。我说靠腰啊，欠打。我说不要那么丢脸好不好？什么自创？融合酸辣汤，就蛮喜欢喝酸辣汤的、啊。然后是因为我喜欢喝酸的啦，因为喜欢吃酸的。欢迎来到我的演唱会。哎呦，其实有时候觉得说我姐嫁出去之后少了很多东西，也不是热闹的感觉，就是 她常常是下班会买一大堆吃的回来，然后就说、欸、要不要吃，我说好啊，就蛮常就是就突然在我们这二楼房间突然就是把那个瓦斯炉跟那个锅子都拿上来，我们就在楼上煮那个臭臭锅啊什么东西的。那时候冬天的时候晚上都在那边吃东西，那时候就是玩魔兽世界玩到一半，我说欸吃东西啦，我说好，我就说欸那个我休息一下我去吃东西咯，然后说不要不要 boss 才推到一半，然后就跟我姐说欸还在打 boss 啊，因为我就说嘛，我姐跟我是同一个工会的，那其实那时候很多人在追我姐，然后就说只有两，只有一个，不两个，一个女生在追我。嗯，捕获次数打倒，然后那时候人就说。欸、繁星快点啊，帮我介绍一下你姐。我说不要，我拒绝的是，我拒绝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看过我姐本人的，我想说介绍个屁呀、啊。说要追就自己追，我干我屁事哦。也不是说追我姐，就是毕竟嘛，一个线上游戏有个妹子在，啊，不会吸引多少人嘛，对不对？能不吸引人吗？耶、yeah! ，赚到课题。
年师弟。师弟。感谢禅禅的六个月续订。这样子。我是王金发。啊，怎么有尸体？尸体？怎么有尸包？我想，怎么会有人叫字胡的？哦，遗失物。交个朋友。哎，都是他的尸体耶！他是不是让人赚点数的玩家？都没当灵美吗？为什么要当？不是哦，我当时也在找啊。不是也在找，就是我当时也想要交一个啊，都交不到了，还帮人家认识干嘛？什么？叫什么？渣？哎，怎么那么难念啊？白痴哦！原来不是，哎，白痴哦！看这个人为什么敢取这种名字啊？哦，现在看到都想挖欸。怎么了吗？不要问。小居安安，嗯，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还必须谢谢你的成全。我也看得懂 DOG 啊，我想说奇怪前面的音怎么拼，然后一个一个慢慢念。想说，这边怎么白色箭头往下指？
感谢，这什么怎么念？哎，你怎么名字又变了？我要吸走你的色为齐鲁利安妹妹啊！你不是有两个那个了，两只沙奈朵了，你还那么贪心？还是你知道每个阶段都要抽一只？感谢泡芙五个月，最近泡芙没有玩，没有来看我台，是因为他看台会晕，他看不习惯我的视角。你怎么可以吸走？你怎么舍得吸走？我不要进化的啊！啊你自己跑去刷人家沙奈朵大量发生，说不要进化。那我照给你看了，快点，香的哦。可是他是男的，这只是男的，这只才是女的。安心安，阿香安安。一只母的有人要跟我换大根金大什么金头目？一只母的有人要用跟我换大什么金？又都刷哇！我不知道、欸，如果开台子单纯刷色尾的话，感觉很无聊哎、欸。就只是遇不到色尾，然后脾气不好，然后感觉游戏很快就不知道干嘛了，所以我才会选择是课题而不是色尾。我来看一下，臭油扑打倒次数。比地面招式的了，倒是打倒次数，比地面招式打倒次数。笑屁！太绕人，太绕人，太绕人，太绕人！好久不见，没办法、啊，你会晕嘛？你会晕就没办法看台啊。他现在刷到了头目色为 BOSS， 他现在嗨得很欸。头目色为的泡芙被他刷到了，我想说我那时候在拼命刷，想要刷一只头目色为给他，他自己刷到了。太残忍了。太无情的泡芙，我都还没刷到头目色尾。你真的是太无情了。哪里呀、啊？完美女孩是我的。哦不。我想还好这一代没有要什么培养六 V 的，不然你头又要痛了。因为要培养出至少前面从一 V 到五 V， 其实还蛮痛苦的。但我都刷不到兔兔，什么兔兔？你是说大量发生兔兔没有吗？而大量发生兔兔很，其实还是蛮好刷的啊。因为它会跑，它会消失，不像你家泡芙会咬人，还乱亲人。跟乱亲人。哎、欸，晚上了、欸，先去看一下。哪有？
但我遇到小泡芙都会过来贴贴，哪有？不，那为什么过去他们都全部跑掉，或是想要攻击我？这边是怎么死的啊？摔死？不好说。有死还有什么可以不好说的？你说？但有孵蛋任务可以变变不不不可以。嗯。感觉会敷到死、欸，因为没有火焰之躯特性啊。看一下哦、喔，哎，我记得是这边啊，这个沼泽哦，对啊。哎，啊，没有哦、喔，好吧。好，不是这里，撤。你可能没有喂食互动，我有喂食啊。就抓了第一只，其他就看到鬼一样冲来打我、欸，哎。这把没有特性，我知道啊。所以如果要用那个的话，一定很难啊。白痴！舌头打结吗？没有，我舌头很灵活。打倒次数33，打倒次数33。请问一下，有没有人有不要的小石怪？你遇不到吗？我应该有多一只。我会过来旁，我还会过来旁边。打呼呼什么打呼呼？来了，哎、欸，你来了，然后嘞，乖一点哦、喔。麻薯有，那你们去交易，谢谢麻薯。没有，他一定可以换啊，他现在他眼中只有赫拉克罗斯。哎、欸，没事没事，去换去换，密码就去3个87 1个88888。啊！我拇指按错地方了，白痴哦、喔，好痛。米娜米去吧，去交易，去交易。你可以的话，给他一只赫拉克罗斯，他会很开心。
你已经开始在烤甲虫了，是这样。他现在在刷瑟维赫拉克罗，我原本不还好好抓他们，现在用打了的，对不对？我觉得会主动攻击的那些都留剩下最后四只再刷吧。就是你绕过去看一眼，没有就回家的那个方法，不然你从前面一个一个打，时间又太久。个人感觉啦，不然一直 SL 很累。系统都不给我粉红色的啊，啊没办法、啊。有，我也想这样做了，对啊。啊，只是你要小心，你要不要头目色尾？哪一只？如果是巨曼藤那种丑不拉几的，我不要。那个请留给更懂得珍惜他的人。你只有普通的没关系，你给他，反正给他。他现在他眼中就只有赫拉克罗斯而已。不是啊，好，那送给那个好了，送给泡芙。不用给我赫拉克罗斯啊！你不是一直要赫拉克罗斯？哎、欸，靠腰，他没被察觉、欸。天哪！我看一下哦、喔，打倒草，打倒。捕获次数没被查询哦，没被查询捕获到底是哪个神经病出的啦？雪妖女，你不要哦，你要自己的名字。啊，你不要雪妖女哦。可以啊，如果你不要的话可以给我啊。没被察觉不天冠山抓。哎、欸、对耶，天冠山也有齁。我都忘记我的伞是在天冠庄那边抓。正打倒，打倒。因为今天十分幸运，突然捉到了啊！对啊，哎、欸，那你那么幸运，为什么你不留下来？头目 BOSS 哎、欸，哎，等我打完青蛙，我就过去。
那是你的海誓山盟。哎呦！捕获次数，地面招式打倒，不是地面招式打倒，又有哪只 NPC 带这只？我干，我不会又要这边睡挠位的打他吧？天哪！好了，没有天冠山有，我想起来了，天冠山有他。好了，可以回家了。哇，那我需要去天冠山玩很久哎，天哪，完蛋了。好了好了，走了走了。这台子我刷到了，干给我，直接流氓，干给我。另外一只是外国朋友给的，还有，好啊，感谢你。那你要色尾的河马吗？我送不出去。你不是有了，我那只是公的。这个是房间名称，还是你要什么？你也是公的哦，好吧，那进化成艾露雷朵咯。啊，不会，你不会让他进化的。你说色气吗？色气可能要找惨惨，不是我。那拉那个齐鲁利亚会找你贴贴吗？还是会打你？要打你了吧？怎么可以找你贴贴？有多的花眼怪吗？欸，我有啊。凯琳 BB 是你吗？野草安，野草安安。你都不小心放生了，那不是很好抓吗？那个，你有要什么吗？你叫凯琳，好，你有没有认养这只？后面两个字不小心写错了，好的。你要这只吗？今天新鲜的哦。哦，你有了，看一下你还有什么。哇，你好像也是刷得很勤耶，看你一大堆色尾。哇，等等，你怎么会有色尾的香菇？为什么你会有色尾香菇？
你要什么吗？重复的。想要设微波洗不到，改数据吗？我某意设月亮一步没有。刚刚看到设为符号，我刚刚看到很多闪光神兽，哎，我的天哪！还是给你一只伊布，你自己去弄。感受吧，我在想欸，我在想啊，一定是欸。异色木木小不行，那个不是我的，那个是别人放我这的。原来刷得到闪光奇拉蒂娜吗？没有啦，改的啦，怎么可能刷得到？一步吧，好的。他真的有变色吗？我看不出来。Joker。我感觉是改的欸，好啦，换啦，反正放着不动。恭喜什么？不是下次还是，我以为他是抓的啊。啊，完了，这是被改名字的，我改不了了。好了，感谢。没有花言怪我没关系。不用了，谢谢。感谢你。训练家不是每人都很危险。怎么说？肯定感受，这一定是啊。而且是国外的欸，干嘛不能叫人家换回来？能吗？我能说我后悔要换回来吗？那搞不好现在拿去净化一千那个月亮一补了。没事啦，没事啦。我想要干嘛？干嘛？好啦。
他自己跟感受，我怎么知道他跑来跟我换的啊？所以呢，你叫我放生掉吗？你叫我放生掉这一只吗？你看啊，这个训练家也不是香啊阿香之前的啊。哦，他行为很奇怪，我也不知道。放生掉比较安全，不是？那请问危险的地方在哪边？因为他们是说能交易的都是不会怎样的啊。那不放生危险在哪边？你可以跟我讲吗？不然每次我都听一半听一半，我根本都听不懂。啊，我能做到就是尽量不要跟别人交易而已啊。这招，我也看不出来哪边不一样欸。他有哪一招是不能用的吗？我靠，要全学，白痴哦。啊！以后遇到热心的观众给我，我就说不好意思，我不要。哦，原来颜色差这么不明显哦。傻眼！不怕不放生怕封号？对，为什么会被封号？你先解释给我听。没有来，我那天也在聊天室问一大堆，他们说其实那些都还好，能交易的都不会被封号、啊。然后现在又说又会被封号啊，我只是想问看看为什么交易还好，但如果以后 DLC 连线保护宝可梦碰的话，尽量不要动到它就好。对啊。来吧，设为卡比兽，没有啦。嗨，安安，其实只是换了件衣服跟画了眼影啊。对啊，我也是这样。啊，我以为设为的会明显很多，就他也是微微的变。没关系啊，就当反正那只伊布是。就当做今天那只没有抓到就好了，没事没事。因为有关联到任天堂的系统或拿去对战金，被检举或查到会被官方封锁你的任天堂账号。对啊，我知道啊。还想躲啊？好困哦。
反正私底下交易或生蛋就还好，总之小心一点比较好。嗯，我在想说，他不是说他多抓了，而是他也是想要留自己训练家，训练家的名称。你上了，好。我以为他会给他给我我给我他的账号，他的训练家 ID 的。报告，我把光晕声音开大。这代没对战生蛋，应该不是需要太担心。没有担心，就是担心在 home 的位置啊， home 这个东西啊。等一下眼睛，我靠靠靠，等一下眼睛出问题，等一下。还是下次遇到那种怪怪的，看到不对劲，我说不好意思，这可能没办法要哦。因为上次我就已经拒绝掉一个了，任务做了吗？都还没。上次拒绝掉一个，他直接在聊天室回我说：“你是在怕什么？”我想说：“哇靠！啊，跟人家不想跟人家交易就被人家拒那个嘴，我想说到底怎么了？有缺不良蛙吗？昨天抓的双胞胎，我刚才抓了一批耶。”你说不良蛙的色尾吗？我刚才去解课不良蛙课题，有些玩家故意留个实况图改之后再去官方简讯上或是上传到论坛，所以我才担心他是什么心态跟你换的哦。没事啊，我们都有实况证明啊。一次两只色尾，那你想要什么？白痴，我没带出来哦。随意都行，分送。哇，对我这么好。好吧，我用一只不良蛙跟你换不良蛙。那我就拿你的不良蛙来练课题啊。哪尼什么？怎么了？你又怎么了？请问你怎么了？
你是要说你刚刚那只雪妖女收错只了吗？那你要跟我换吗？哈哈。谢谢亚德。我想第一个饮料水。哎，哦，在这。哦，这好看多了。泥巴炸弹250个小时了。对啊，哎，我觉得我好混哦，250小时哎。我完美课题还没有到一半哎。课题加油，有多的再继续送。好。我应该拿个河马跟你换的。但是河马真的没人要哎。送给阿静，直接回我。你竟然送我河马，这样的吗？完全不知道这回事。这样的吗？什么？你是说改兽这个东西吗？对啊，所以我其实很避免是跟陌生观众交易啊。我就是其实比较常出现的，或者是之前就有一起玩的，他们给的我就会比较安心。没事啦，没事啦，不要去检举我就好了。不要去检举我啦。泥巴炸弹，泥巴炸弹，哟，这倒是泥巴炸弹。我也是上次被嘴过才会觉得说交易那些应该还 OK， 应该说至少可以交易还 OK。 不是就上次那一次无意，那一次很无辜，直接被嘴耶，直接说你是在怕什么？我说哇，今天不能交易也会被嘴哦，你懂吗？那次开台有在讲啊，就是说啊，我就对交易这东西不熟啊，只听到说交易什么东西会被。锁机什么的啊，有些直播有些情况真的很难避免。你问他你在凶什么？有啊，我问他，欸，是在凶什么？今天是不能不交易哦。这就是不知人间险恶的观众吧。上吧，亚德不良蛙。不是欸，今天都在看他们玩泥巴欸。刚刚一瞬间以为泥巴炸弹是用泥丸打啊啊，就是啊，欸，不是，我今天的课题通通都开始是红莲师弟的啦，然后开始一大堆玩泥巴欸。今天泥巴的技能都不知道看几次了，看得好腻哦，喔。欸，他的腿好可爱哦，喔，好肥哦，喔。
噔噔噔噔噔，有，有拿到。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哦，好烦哦，我在唱这首。不好意思，等一下、喔，我要瞧一下位置，因为我现在是一侧一侧在吹电暖气，另外一侧好冷哦、喔，我要瞧一下位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好了，感谢各位的等待。我发现泥巴炸弹都是从训练家口袋的泥丸拿出来蹲的。真的要烧哦，利恩！你认真？要问我们两个呢？哦，炸了哎！哇！哇哈哈！朱本安安，我看泥巴炸弹还有命中鬼队呢。这游戏应该要统计你击杀多少只鲤鱼王？他有啊，但是他就上限到999，能怎么办？他的确有啊，但是他只会显示到999啊。希望他 DLC 是增加显示的数字啦。不然就是不要 DLC 啊，就是可以新增。我擦一下动作，好。上限到99000，我觉得应该要对啊，要99000啊。鲤鱼王不够杀，好吗，官方？我们的鲤鱼王不够吃，我觉得路卡利欧画面真假的，多导弹70次吗？还是你觉得应该要这样子？多导弹，路卡利欧，啊，真的哎、欸。不是听说水底下比想象空间还大、啊？哎呦喂、啊！
哇，我们有得看波导弹哎，让他疲劳次数20，我下次看到野生的，我要去先去丢了。是有看到地幽路那边会生，会生那个啦，路卡利。我等一下哦，好烫，好烫，好烫！等一下，电暖气的插头好烫。打倒15次，以火属性招式打倒波导弹。拜拜，先走了，好，拜拜。鲤鱼王密度要再高一点，我也觉得不够啊，不够杀，不够杀，鲤鱼王不够杀。好啦，没事啦，反正那是后面会遇到的事情。温泉偶尔也有路卡利哦，可是温泉那边太难了哎，我上次为了去抓一只睡着的卡比兽，我那边几乎遇不太到路卡利哦啊。丢个固定头目那只比较容易。丢什么啊？哦，你是说疲劳吗？你白痴哦，固定头目，你要多花一颗年蛋呢。好啦，虽然年蛋800块而已，我们的金珠已经来到了565颗。没看错，要24次疲劳吧？是20次啊，没错，是20次疲劳。我才想说，有看到野生的再扔就好了，不是等大量发生。温泉有机会深度卡利哦，看你们两个去结婚啊，讲一样的话。我知道会生啊，可是我那时候遇就是没遇到啊。欸，好像有，可是我那时候没有仔细那边一个一个对那个课题。我那时候心态是遇到再说，就是等今天要解路卡利欧的时候再说。那时候心态是这样子。反正现在有个课题更难啊，那个曹 baby 从矿石中蹦出来的课题，这个应该够我解一个礼拜了。路卡利欧等你解完了，路卡利欧其实还好啊，就是时间而已啊，不啊，那个课题不是时间。就波导弹70次，其实就打70只鲤鱼王嘛，还行啊。他近身战的话，就是拿去打40只幸福弹而已。我是拿到色尾路卡利欧路，顺便解一解招式课题。没事没事，时间还好，靠运气的比较难。对啊，你看下午我几点关台？5点关台，我到7点半，5点到7点半，2个半小时，我遇不到从矿石蹦出来的好 baby。没有啊，主要是中途有去抓头目 BOSS 课题跟击倒头目的那个课题，就皮可惜要击败25次啊，他
他不知道去了25个晚上下面打他，然后中途又跑去那个去捡箱子。我忙到还没开始玩阿尔宙斯，没事啦，你搞不好开始玩的时候刚好接上 DLC， 你可以一路玩到底耶。我也是无意间遇到一次，才发现他有从矿石蹦出要15次，然后所以那时候看了巴哈文章后，要走那个矿石路线，也才那一次遇到而已，后面就没遇到过了，很累。不良蛙，今天至少截到拉奈朵吧。想说你看这样就顺顺的都是亮的。好，再来换独孤啊，诡计高猛，毒液冲击。母汤呢？为什么？这样你可以就是玩到很爽。中间完全没有东西断掉，可以没事玩。应该放一起耶。毒液冲击，诡计没了。靠靠，他们玩笑 ，PP 十十二十二十二十，碎岩。毒液冲击40次，诡计25，高猛25。啊，不良蛙要升级耶！等一下哦。我先去吃晚餐去。好，拜拜。要升级哦，好酷哦！不良蛙几等升级啊？8等哦？还是你是跟我讲拜拜？不良蛙几等是等8。37等升级，谢谢。那我要再去欺负人。那我要带着路卡利欧去打进化。对对对对对，讲错了。那我要带着路卡利欧去打人了。我先去抓一次路卡利欧。杨丽恩，你解完了、喔？你有找到吗？
还没哦。我想说，怎么突然到这边就不动了？有没有路卡利？哦，哎有哎，让你疲劳，不让你睡。两颗就倒了哎，那是不该浪费冥丸。啊，算了啦。应该我知道啊，因为平常那些也都是要丢大概四颗才会晕啊。你泥丸，你泥丸那些也是要丢四颗才会晕啊。一直断手，大佬再直接跟我说就好了。哎呦！请问我的狗，等一下，那这样我有抓到吗？不要说我没抓到呢。哎，没有，没抓到。哇，我宝贝球少一颗。
不是对我的惩罚吗？我试过抓了未知图腾，直接传送过走，没抓到，而且不见了。哇，靠腰，他怎么可以那么残忍？他火箭队吧，直接抢走我的路卡利欧，加入了他的队伍。哎、欸，还是他根本就没有进来啊，白痴哦！我在那边自嗨吗？又根本就没有在进来，有没有？那直接去抓头目。哎、欸，这里吧。哎、欸，不是在这吗？哎、欸，还是这里啊？哎、欸，哎、欸，狗不在这哦，左边。这里吗？哦，谢啦谢啦 ，Go， 过来 Go， 要进化哎，那我再去抓一只。哎、欸，没看到，我躲在雪地里。原来这些狗不是很爱睡觉吗？刚那里有失误哎，哪里？哪里有遗失物？你是不是在说谎？你为什么爱说谎？木木小朋友，你为什么爱说谎？你看你睡着了、啊，我想说他应该很爱睡觉、啊。进化要亲密度哦，没事，亲密度是敲东西的问题，拿去当矿工。什么近身战波导弹？黄黄的木头吧。你为什么要说谎？哎、欸，放在这。
哎、欸，怎么可能？你为什么爱说谎？鬼之小福蛋，哎、欸，很灵巧哎、欸。刚刚使用的手冢魅影，把我的宝贝球弹出去。手冢魅影啊！禁止霸凌小孩子，什么东西？什么霸凌？讲那么难听，再叫他登大郎，完了，今天没有撩人，是不是要开始开车了？我还是撩人比较好，对不对？不撩就会开车、欸，哎，那么危险，但管理员很难管、欸，我在外面起哄。你要继续烤甲虫了，好，我不信 ，Round Two， 哎呀，对是什么？我继续撩人好了，是不是？扁扁黄黄啊，地图上就没显示东西，你是扁扁黄黄的什么东西啦？我是要相信你，还是相信那个地图啦？那等一下我如果回去看没有东西的话，你要怎么办？你们要分手吗？你敢用分手来做赌注吗？啊，不要好了啦，你继续留在他身边啊，以免你又找下一个受害者。你还是乖乖待在他身边，以免你出来乱吓人。对啊，受害者啊，没错啊，没说错啊，以免他出来找下一个人。小木木又做错了什么东西？他跟我讲说那边有尸包，他地图上面没有显示，他一直坚持说有，是不是这个东西？欸，不是欸，木头嘞，怎么好坏？啊，他就累犯哦。我在替大众做考着想欸，看一下哦、喔。啊，捕获次数，好啦，捕获啊！哎，帮我背一下，拜托小鱼，我现在没有手。回收是谁？不认识，不熟。肚子痛已经四天了，啊，我台龟不能回收已经一个礼拜了。那个小何，不好意思，我知道你肚子痛，但是我们的游戏规则还是要遵守，好吗？我们的台龟不能回收哦。
欸，我发现 ban 了之后，我可以看到他回收什么，欸，这样子好棒哦！啊，我这样就有合理规则，就说没有，因为我为了看你们回收讯息，然后 ban 了你们，才看得到那个回收讯息。他刚刚是说肚子已经通了，欸，然后被回收。欸，好棒哦，喔，这样我就有合理的 ban 人理由了，欸。所以木头跟包裹是长一样长的东西吗？不一样啦。那不回收比较好吧？对啊。反正你回收我删掉之后，你回收我删掉之后，我还是看得到，然后念出来。但其实不一样，木头包裹很像，为了审核，所以说拜拜。对啊，进化次数一，宝可梦，然后。欸，我在这。你看这边就有现成的矿可以敲了，多棒啊！这边很棒欸，你看这边矿超近的。对决安安，你来啦，冒险者。那可以欺负默默吗？可以啊，欢迎。他就是生来被欺负的，好吗？这种抖 M 就是生来让我们欺负的。雪妖女欸，难得有野生的。打倒次数，还是捕获好了。捕获开红边，也是不会出现的。对啊，他会跑，我第一次知道啊。哦，这只是小的，看好，跟木木打赌，如果这只不是小的话，今天就不嘴你了。什么意思？那这只小的话，今天就不嘴你了。欸，我在讲什么？还是我已经抓完了，白痴哦。没有吧？我记得没有啊。欸，冰堡嘞，干，抓完了啦！可恶，今天不能，没有，今天还是会嘴你，不用怕。这只就真的是小的。我们上次有换呀，我忘了嘛。我在示范，你看刚刚那一只有够小，这边已经快超过我的头了。刚刚拉回放没听到，没事没事。努力就该做努力该做的事情，不能顶嘴。嘴巴是用来干嘛的？你最清楚了。用来吃饭的，没错。不要让梦的你为难。
不要让我的 mod 为难。刚刚好像打几只女王就升等了、欸。哎、欸、呦呦，在这里，在这里。上次不是有问说姐妹在哪里吗？我就说在左边这里，只是具体位置忘记了，因为太少刷它了。这一只。注意一下洞口过来这里哦，这边位置真的很难集耶。刚六点回家吃，回家去看晒二楼的衣服，结果前几天都没干，害我一直搜一搜，干不了啊，太潮湿了啊。晒四天衣服，你是零四天衣服吧？雨还下超大，对啊。我有点想捏他脸颊，哎，感觉好 Q 哦、喔。嘟嘟嘟嘟。感谢欧弟的30块，最近不是在不能晒，没事啊，去烘衣店里面也好啊，闻闻那个烘衣机的味道，很香耶。啊，对不起，木木，你是不是看到叶黄？叶黄很大片，哎、欸，这只靠药，对不起。看来我音效要调小声一点，这太假了。哦不，发生歪曲，要等吗？要等吗？要等吗？看是歪曲先出来，还是利用路先进化？啊，找到木头了，木头长这个样子啊，木头长这个样子。叶黄超大的，那边说丝包，你把抓哦。已经有问题呢，我觉得差不多了哎。等一下再打一只宝可梦，应该就进化了。坟头那边，你要帮我呼呼吗？捉到头目，哎，抓吧，只好抓啦。你看太多了，抓。超赞的，早安，嗨，豆子早安。
我们今天在玩不能撩人的活动，我很抱歉，兜子。没有稍早在那边，但是说太撩了，太撩了。会不会过去有路卡利欧啊？好，看到没有了，那大石头就是没有了。好的，没问题，没有啊，因为都说什么最近都在乱撩人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才开始都在看他们困乱撩人，不能乱撩人，对啊，没有，今天是早上啊，早上那时候规则是，好、啊、那就不要乱撩啊，来啊，我就说一次不撩又不会死，啊，确实是不会死啊，我静静看繁星丸。好啊，哇，这边酸刃丸的机会也太高了吧！皮卡丘，是色尾吗？不是，赛马上来上来赛马赛马赛马，哎呀，我赢了！刚刚的赛马真是势均力敌啊！雷丘。来，我们回去解课题吧。我感觉今天玉没了，明天再继续刷红粉红甲虫。好，加油，加油，加油！好了，回家。入乡下有时很不方便，要去洗衣店还要骑车，骑30分钟车程，太远了吧？啊！他在刷、啊，他说今天难得遇到，然后从下午就刷到现在。欸、不是下午啦，从刚刚刷到现在，先把这只路卡利欧存起来。除了索罗亚大量发生，完蛋了！你要选谁嘞？你想要选谁嘞？等我一下哦，我们这边需要烧个东西。
等一下哦，我们光遇这边在烧东西。还是你来这边，我去烧。烤窑啊！好了，你眼睛痛哦？我吗？我眼睛痛吗？有一点点。最近啊，最近眼睛会痛。好，木木拜拜。要故意这样，耶，木木走了，这样子。没有啦。晚安，晚安。晚安抖 N， 哇，太过分了吧！什么抖 N？ 他是奴隶。哎、欸，两只小卡比兽哎、欸。看一下哦、喔，各两棵树、喔。等一下，等一下，我还在看动画，不好意思。完蛋！我的队友不见了。哎、欸，我等一下直接回去，我去前面烧一烧，我就回家。后面还有大辣哎、欸，开心！阿勋，好了，回家。哎、欸，我蜡烛居然还没有烧完，可恶！真厉害，竟然有英国电话打来。哦，对，我今天一直接到那个电话。你好，我们是什么什么，请问什么什么的时候，我就拨着给他，我按扩音，然后拨着听他继续讲什么。那请问你有需要吗？的时候，我就等他还有没有下一句，又没有就直接挂我电话。是不是剩下要去烧那个海胆？可是刚刚过欸，不认识，认识什么？哦。等一下怎么欧弟也来了？嗨，欧弟，好久不见，在光遇好久不见。古意冲击轨迹，轨迹刚猛招式，古意冲击轨迹。你的六维闪跑了，你有没有存档？
你订地图有没有先存档？你这里还有一个大蜡，我知道啊，后面最后面。轨迹。你好像要跟朋友跑毒了，好，拜拜。你没存档，要习惯啊，要习惯进地图存档啊。你光遇快一个月没开了，拜拜拜拜拜拜。我活满了吗？还没，我还差一个箭头。啊干！我到底在串啥小？我一直狂串呢，多鬼！雨禾安安。要再拿一火吗？好啊，我回家了，我回家了。因为不知道玩啥，只能等复刻，没有的玩七下就关了。啊！你下一个要拿哪里的？定格。还是峡谷，没有啦，我在说我们这边啦，这边要拿火，然后问他是要峡谷还是进谷。哎呀，你误会了。我想说，晋格要一直坐下，坐下，坐下。啊，峡谷不是不用坐下吗？推荐晋，哎，没有会背背的话比较快啊，但是这边没有什么在背的。打完 APEC 开的教主台顶安抚，为什么打得很惨吗？
我还有40几只以上的鲤鱼王要虐、欸，等下还有沙奈朵哎、欸，沙奈朵弄完就差不多，可以打麻啦。哎、欸，你不去那个哦、喔，智人门吗？那个人不在弄门吗？你去帮他弄啦。他那么可怜，在那边趴很久了。你再打，你先打，还没啦。弄完大概也要11:30啦。有没有11:30啊？就是我这次课题还不一定今天弄的，哎、欸，今天应该弄得完了。你看，我要放40次技能啊。然后等一下想要去大便，突然肚子有点痛。又是满月，等一下，我应该有沙奈朵吧？八次。
完蛋，我是不是串了？果然，我队友不见了。我回家，我回家，我传你们。是我回来的啊，耶！高猛结束啦！一只羊羊。什么东西？怎么了？好像一直有火喷到身上来啊！发生什么事情？还是这边也是挂机点？对啊，怎么这边只有火可以吸？这边原本就有，可是，欸？要挂在这边是不是？
要挂在这边的意思吗？这边是哪里呀、啊？这边是三楼，对不对？你觉得来这边方便吗？还是雨林比较方便？哎、欸，没火了哎、欸！哎、欸，有，没事，对不起，比较远。雨林的营地也有啊，营地不是跟馒头同哪个营地啊？你是说今天我挂的那个地方吗？新地方，那你明天带我去。不然这边你还是要点灯，然后上来点灯上来，好麻烦。哎、欸，好像也还好哎、欸。是说重组季的时候吗？呀、yeah, ，结束。雨林的第二张地图右边的萤火聊天哦，第二张地图右边萤火，再看有新增两个挂机点，不过都跟馒头的火算一起的，可是没有哎、欸，我们现在还是吃得到火哎、欸，靠腰，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是可以加那个蜡烛哎，因为今天我跟利恩在那个挂那个哪里。云野那边的那个隐藏那个秘密基地，那边吃满了火，可是现在还在加哎、欸。你这个用打字就好，干嘛抄起留言呢、啊？我有没有杀奈朵啊？白痴哦，在这里哦。陈米安安，女人安安。魔法闪耀，精神强念。精神强念40次，迅疾魔法闪耀，迅疾魔法闪耀。
没一起另外算哦。对啊，因为我们现在在分开诶。你问那个利恩啊，我挂满了啊，我今天从五点挂到七点多啊。还是我没有挂满，因为那时候我挂在那边已经挂了剩两个箭头了诶。那我现在还剩一个箭头还在加诶。好像没那么简单。你是说我没有挂，我其实没挂满吗？那其实我可以离开了，我继续挂咯。我不知道啊，好不好？我闪光了，雪莉怪闪光，恭喜雪莉怪爱你。好啊，你们看一下，好不好？是我没挂满啊。对啊，也可能是我没挂满啊。魔法闪耀，精神强念。耶、yeah, ，有冥想哎，还有什么可以用？催眠术，瞬间移动。你也去看一下，好。都看都看都去看，统一多火狙。阿成敏刚好开台吗？还是今天没有？不对，我干嘛这样子问？女人今天有开台吗？你超没礼貌。不过又看到有人说是分开的。哎呦！不过这边的火给的有点慢，就对了啦。感觉几秒才一发，看到了。除了峡谷圆梦温泉跟海胆，其他都算一起了。除了峡谷圆梦温泉跟海胆，其他都算一起了。所以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跟馒头是分开算就对了。除了峡谷的圆梦温泉跟海胆，所以就是温泉跟海胆分开算吗？还是什么？我手痛，我是最近真的玩游戏，我就是最近不是握手把握到，其实我手掌里面有点痛，完了，我的手受伤就不能牵起沉迷的手。在讲什么？那这样陈明要帮我玩游戏了、欸，哎、欸，三八啦，还是去雨林的萤火挂？好啊，你 PIDC 了，哎、欸，干不是哎、欸，六路，你出来干嘛？你现在没有加停住，可是我看那个萤火还是有继续加哎、欸。我今天开到几点啊？11点吧，11点后开。不是啊，你要看我课题打不打完啊。这没加了吗？我感觉我还是有在加哎、欸。欸嘿，有点母汤有吗？还好吧。想到什么去了？
我等等自己拉回去，我一定会忘记拉。打完了，好，谢谢你。其实眼睛快闭上了啦，我还把酒杯啊，眼睛要合上了。这两次放 DC 哪 General 吧。General 看一下，该不会真的要放一个光遇专属的频道吧？可恶！我想说，光遇真的也没什么人在玩，特别这样开一个又觉得有点浪费。你放 Life 哦。想睡了，眼睛干干的啊。等一下，这里是哪里？哦，这里哦。哎、欸，这个上次那个谁，优花那时候带我来过这里，他那时候挂在这边，我想说我是挂这边，该睡了，去暖床，女人。女人该暖床喽，女人。我听到 boss 娟娟的声音欸，晋级，信不信有娟娟的？你不要啊，什么东西？教主会叫你陪他一起睡，我没有讲欸，好像是一起算的，所以不会加是不是？女生说不要就是要啊。温泉另外算，所以只有温泉是另外算的，全部都加一起。哇，那我要去挂温泉了，要去泡温泉喽。是啊，我确实有听到君君有在叫、啊。可能你没挂完啊，靠，那真的可能哦。你要下车了，先走了，拜拜。好，拜拜。好吧，可能这我没挂完欸。不会走，
那就先挂这咯，没关系啦，回家啦，回家啦，没关系啊，回家回家。满火了吗？当然没有啊。好啦，我挂这边，你们，哇，他是敬礼的姿势哦。你回家，你回家。不是你回家，你牵着我跑干嘛？你就回家。干嘛跑着打死啊？不不不，赶着逃死，哎，不不不不，赶着被打，完了，语无伦次了。完蛋！快睡着了，快！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提神？脚趾踢桌脚，那桌脚应该会痛哦。那桌脚会哭哦。压小拇指，什么压小拇指？你说用桌脚压我的小拇指吗？
不是这个啦，白痴哦、喔，不会醒啦。我想他做的不一样，去外面吹下冷风再进来啊，我可能就睡着在外面了。我跟你讲，做小表示，对啊。猪脚他自己本身就会痛欸，又不做。你想过猪脚的感受吗？没用过啊，用用看哦。对啦，也没人用过这个叫我醒醒啊，没有。要醒要五颜六色的那个嘛，我就说白痴哦，应该这样吧。我去你的左脚靠腰。不会，我为了死在外面，对吧、啊？记得到时候看到我什么类似十分钟没出现，记得叫救护车哦。那你拿电脑主机压脚趾，哎、欸，还好哎、欸。其实电脑主机它是平均重量的，压上去其实还好。如果你是桌子或椅子，那个脚压在小拇指上面，那才会痛，好吗？今天超冷，今天还好哎、欸，前天比较冷。还会暖暖的，是暖暖的吗？你确定眼泪不会掉下来？那你先把地址给我吧，这样叫救护车比较找到你，我也找得到你。那你给我你家地址好了啦，我叫警察过去抓你。哎、欸，陈敏好扯哦，我都还没有你的地址，他就要跟我要地址哎。那我给你我这边派出所的地址，你记得来找我。我也可以给你派出所的电话哦，那个电话叫110。哎、欸，陈米不在哦，忘记了。番茄没爱了，不是啊？什么有爱没爱？我们的爱只建立在金钱上，你忘了吗？我就是这么肤浅的人，谁不爱钱？哎呦呀！只是我勇敢大声说出来，我爱钱。不是，我爱的是你们的钱，不是只有你的钱，你们的钱我都爱，好吗？他对沉迷没有啊，我不只对沉迷啊，对不对？韩餐我也是啊，豆子我也是啊，哈哈，干好渣哦、喔，我的天啊！不然你拿晒衣服，你拿晒衣夹夹眼皮就行了，你确定眼皮不会？不是眼皮啊，就是塞一夹不会跟着眼皮一直上下走吗？我双眼皮已经很明显，你要我变几个眼皮啊？四眼皮。没事说团团关台了没啊？那时候看他剩一小时，先睡了，晚安。不行，撑住，给我撑住！你还不能睡，我都还没观察你睡屁啊！你等下喝拉克罗斯就出来了、欸，不准睡，要变回四小时了。哇，那我真的是不敢开加班台啦。我开下班台，你们会帮我吗？
那开个下班台，可能要开个类似也是200小时，然后十分钟就让我关台了，扯他眼皮，好恐怖哦！变十小时了，他该不会真的是要跟他计完那种马拉松吧？隐约到团团，然后团团到哈记这样子。每两秒，每200缩短十分钟，对吧、啊？对啊，因为那时我加班台我没办法、啊，因为你看下班台的话，至少是有一个目标达成的话，自己可以自主下班。那加班台的话是决定在观众欸，你可能让他无期限加班欸，200小时内不有任何抖内，对，这是我自找的，有没有？因为下班台跟加班台不一样，就是加班台是观众可以加钱啊，下班台就是你也可能200小时内完全没有任何东西。哎、欸，这样说好有理由，那我还是不要开，我都不要开好了。那完全没有抖内，这个我都没想到哎、欸。不过开这个类似的不会开，不是要开市区吗？谁说的？一大堆 V 开这个的话，也都是开那个啊。除非吧，等魔物的 Rise PC 版的那个，等 DLC 上架，我才有办法这样玩。因为像魔物那个，我也可以是跟这个一样弄很久啊。因为看我一直在里面在财务自由的人，哎，可是 Rise 我看到后面开始有点还好哎、欸，为什么突然对他玩的兴致没有到很大？哎，我会不会真的有点？职业伤害啊！我的手腕那边不，手腕手掌那边好像有点痛。完全忘记200小时内完全不会有人抖内这件事情。你玩魔物是玩 PC 没错吧？是啊。我真的没办法用手把玩魔物猎人。200小时结束后疯狂抖呢，太坏了吧！等等，玩完擦是要擦什么药啦？这种是要擦什么药？那就无缘了。你说你是买 Switch 吗？那真的是无缘呢。哇，你看吧，我们的缘分果然是要建在缘上面。不对，相见恨晚。哎、欸，你可以进化嘞、欸！嘟嘟嘟嘟。这世界太无情了吧！没有肿啦，只是痛而已，没有肿了。不过说真的，阵子还是不要碰手把，为了你的手收好。什么意思？什么碰手把？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你为什么要突然用碟子？你装什么可爱？你为什么要突然装可爱？
讯息八次，手痛可以赔工伤险，没有我没有保，欸，其实我没有保险呢，欸。之前也是常拿 Switch 玩一阵子，手也痛。对啊，就是手腕内部有点痛，些微痛啊，至少比我之前好了。我之前是玩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巫师爬塔那个，那时候疯狂玩，就是而且那个是动作游戏，你的手柄必须一直推来推去，然后导致我左手拇指整个肿起来。我大概停一两天就好了，不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鼻子怎么了。哎呦，没事。虽然手收，我这个也会，我也会讲。甲壳剑怎么那么凶？看上去应该很温和，你怎么会觉得它温和？我也觉得樱花儿应该没事啊，就很恐怖欸，樱花宝啊，忘记了，小泡芙也应该很可爱的啊，还有过去就是想要杀了我。莫名其妙冲过来要亲人，吸取之吻。我要睡了，你慢慢解吧，小鱼晚安。各位 ，mod 要睡了，你们乖一点哦。哈哈哈！没有啊，快解完了啦，再睡一个天亮就解完了，因为刚好一个技能差一。一次啊。七次，你一直都很乖，你很乖啊，我没有说你不乖啊。小鱼晚安，慢慢解课题还是日麻？对的，你是指日麻的课那个吗？那我等你关，不然你会偷发车。哇，我是这种人吗？我发车还要偷偷来哦，不揪你是不是？哎，走啊，小鱼上车，上车喽，小鱼，这样子吗？日麻活动又开始了，对啊。哦，是你是。我是什么？不是，我会，你要知道，这是职业病。有时候脚包为什么就踩在油门上面了？它怎么突然发下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子嘞？真的不知道。欸，等一下，哎咻。可惜联动的还没开始。对啊。还好还没开始啊，今天就已经花了1000块了。车手的职业病吗？我不知道哎，欸，突然发现刹车线被人家剪掉。本来就断的吗？有啊，还是有好的时候啊。
看到蓝色扳手在身旁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帮我修好了。他被剪掉也太危险了，超危险的啊！所以平时不要开太快啊，不然刹车键被剪掉，你要怎么阻止自己？打开车窗、车门，然后把脚伸出去踩吗？反手用的，他就帮我在修理车子。好了，擦一次，再睡个觉就好了。身为一个汽车维修员，身上带个扳手是合情合理的吧？哎、欸，就只有一开始一分钟的那一只闪而已耶，就没遇到了耶，好扯哦、喔，好丑哦、喔，好丑哦、喔，没事，那就不要停啊，我知道啊。好诶、欸、结束了，今天的课题完成，解了几只？好像很少诶、欸、有这两只再加这一只才三个而已诶、欸、三个小时写三只啊，还行啊。再来这个是原始之力，然后这个是打死他，然后原始之力重鸣干。好像应该都还蛮快的了啦。好，我们回报一下，开日麻，准备开日麻咯。我想说奇怪，怎么还没完美？还没？为什么？哎、欸、抱歉，等一下迅疾差一次，等我一下，只有一场哦，不然再一场啦，再打一场。喂。等我一下哦。别人口头跟你说的日麻就是。那要怎么讲？看你多会忍还是什么？那叫怎么讲？忘记了。好了，感谢各位，那我再打日麻吧。练嘛，好，这个晚点再打。下再来刷。有些课题私下再刷，加紧刷一下，让我们课题赶快休息，不吧？游戏先打开声音，然后嘟嘟噔，嘟嘟嘟噔。晚点你不打算让手休息吗？晚点啊，啊，我的晚点可能是明天的晚点啊。等一下关台后应该是先去厕所吧。わらわのような神様を待たせるとは、随分な度胸ではないか。わらわに君。哎，不是小鱼。何でも許されると。你打课题不，你打活动可以换其他只啊。你看这只心眼还没满，完全没有哎、欸。
卡维剩多少？卡维也还没，那、欸、还是没差、啊。打那个不是会有礼物一样吗？一样的意思哦。好，没事的，抱歉，我没画面。好，等一下，来了来了。惊叹号什么？我刚刚是说八木尾啦，完全没有爱心。然后卡维还有很久。来喽。哎、欸，你昨天去欺负米娅，我觉得你很棒哎，哈哈哈 ，nice。然后昨天还说，哎、欸，这称号喵国大护法哎，然后我就跟他，哎、欸，你小心他很凶哦、喔。你说对啊，你看喵国大护法，我说不是，我跟他玩过，他很凶。然后昨天混一色、清一色，看到好气哦、喔。现在好牌被他通通打光，这就是会打牌的痛苦吗？还会打了，但游戏的乐趣都失去了。嗯，对吧？好女王风哦，哦，拜托、哦，北剑也很女王好吗？但我一定叫铲铲穿上给我看，哈哈。很香啊！你怎么那么小？大丈夫です。何を捨てたかは分かっていますので。头目暴鲤龙，虽意外看到我的第一只闪暴鲤龙，哇哦！情趣睡衣，我觉得很棒啊。很棒就够了啊！哈哈，是谁在我们后面偷偷做跷跷板？是谁啊？看一下，阿鱼。哈哈，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那个是秋千，我刚刚是说什么？跷跷板吗？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哎、欸，好气，好气，好气哟、喔！好气哟、喔！天牌，一击一发，リーチ、ツモ、サンコ、チンツ、ドラ、
好气，好气，好气人哦！感色木的牌好好。哇！生母在哦，啊，这不是生母是谁？你是谁？你不是生母，你是谁？我的鬼！我说聊天室里，哦，啊，他都喜欢偷偷的啊，你不知道吗？他们都是在 DC 里面玩呢、啊。祢豆子的声优哪一个啊？这个还是这个？还是谁？还是你是说声母？原来声母是祢豆子的声优，我要跟你要签名。以前帮你签名，现在换你帮我签名。哦，母母那一只哦，还真的是哦。リチや。大丈夫です。何を捨てたかは分かっていますので。ポン。ははん。うちの手のひらから逃れる福運があるとは。碰一个声优，哎呦，痛起来，痛起来。不是你们总是在 General， 不是在日麻交易区才对吗？总是在 General。不是啊，祢豆子不是的声音就这样哼哼哼哼哼而已吗？嗯嗯，我想到祢豆子不就是一直哼哼哼。他就看到我在那边啊，那应该是因为水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感觉他们是应该是在里面唱歌还是什么吧。他有讲人话的时候，有啊，我知道啊。突然讲到关键字，然后突然就是心脏抖了一下。心脏揪了一下，他变鬼前也是人呐、啊，我知道啊。
哎呀！太无情啦！太无情啦！感谢生母，感谢英灵幻梦，感谢那雨明一。好，感谢感谢，来最后一场咯，是没人吗？哦，最后一场，我就要关台了。干，太扯了吧！你钱可不可以花在我身上啊？你要刷任务了，你还没刷什么任务？哦，日麻哦。太无情了，对啊，还不是可以重击耶，那轻轻把你戳到死掉耶，太无情了，太无情了，太无情了。这次没花钱，我跟你提的是这一次吗？你懂吗？你从上次就该花钱花在我们身上了，谁管你上次，谁管你这次，从以前到现在就该花在我们身上了。手游没体力的，我可以上床去当残疾人了。欸，放尊重哦。哇，哦，大声。
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你就自摸，你就自摸。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か、天敗。你就自摸。統一。マンガン。八。統一。ドラニ。マンガン。我发现六六跟九九是不是都喜欢用小正太啊？哦，对，六六不是也爱用小正太吗？哇！还同一只啊？小正太就只有这一只吧？还有谁？你契约角色只有三正太？什么叫只有三正太？リーチ、勝つためだよ。ロン、マジだよ。他是应该要抓去关呐、啊，他为什么都只跟正太缔结契约？你是不是怪怪的？警察叔叔，嗯，等一下啊！啊，我的那个也太可爱了吧！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啊靠！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脳天。哇哇哇哇哦！哇哦！你们两个去登记啦！你们两个去登记，快点！我不会阻止你们两个。啊，欢迎去登记。今天打团体抓到铁线人设，铁线人是谁？你先确认一下另外一个性别吧，两个都男的啊，怎么了？对，这是直的。哎，
不是有人喜欢挑战掰弯吗？直的没关系，你拿喷灯烧一烧，它就弯了。啊，再硬的管子都是一样的。拿喷灯烧一烧，它自然就弯了。他要吓死了，你又知道他会吓死。你怎么一直替他说话？你们是怪怪的。那个欧奇，戴欧奇西斯吗？哦哦哦，是不是什么有社群日啊，还是什么的？我今天有看 YouTube 说什么，今天没有抓到不关台。嗨 DC， 我知道嗨 DC 啊，我知道你们都在 DC 啊，我怎么会看不到？啊，刚刚你也是确实帮他说话啊，他只讲了一句公差小啊，你要不要看一下你替他说了几句话？有些人贴切吧，有。你是说外星人呢、啊，还是你是说不能出现在聊天室的那个外星人？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等一下等一下，有老鼠，我要去。好，我去吓一下老鼠。老鼠不见啦、啊！老鼠，哦，这样难怪那天一堆小朋友一直叫我去抓什么戴欧奇西斯。啊，这样所有事情都解开了。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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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南，好啦，抱歉不能陪大家到十二点啊，突然睡意涌上心头。哦，那老鼠真的好烦哦。哎、欸，我那天是不是啊、哦？狼人杀？
哇哇，配这个超像电话声音的欸。好烦哦。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か。欸，我没听过出，欸，应该是有听过，可是我不知道那首歌怎么唱，欸。我要去厕所吹这首歌，可恶。計算通りだ。人生差还唱不了，我想也是啦。好啦，就到这边啊。来看看小鱼抽了什么。哎呦，小鱼加油！小鱼你好棒！拜拜，早点睡。会啦，今天应该一点前就躺平了啦。然后早点起来剪片吧。好啦，感谢各位。那来看看有谁开台。完了，感觉你们都没兴趣的。好啦，那就这样啦，就不带咯，感谢各位，大家晚安，拜拜。